还让我们加分，直接全场尬住，烦死了。不是杀五个吗？为啥才算四个呀？真变态，死之后算的。太尴尬了。今天没啥状态呀，兄弟们。今天的战绩是这样的：12、16、16、14、14、5。嗯，问题是也没有杀人，哎，没感觉了。嗯，哎，一把就杀五个，咋的？打的没点感觉。是呀、啊，睡着了。累了。累啥呀？打的我要睡着了，真要睡着了。你的你白天你的玩了一白天论地下城，你能不累吗？你谢谢半糖。说真的，你真的可以练练 PK、啊。你现在刷图这么猛，你 PK 再猛，谢谢，你是双路大神啊，脖子。以后你直播间兄弟们一来就说说那个主播是怎么说，你这个能不能 PK 一下？你说我又能 PK 又能刷图，我一边打团，我一边左手 PK 右手刷图，我无敌。橙子以前绝逼在训练场练过，好很，他绝逼的，他那手法一看都打不过你了，青雨。你可拉倒吧，打不过我，他那一手法一看我都能想象到了，我都想象到橙子当年肯定是真的百度搜狂战 PK 手法连招。连招，无缝连招打上去，击飞特技，击飞细节，他肯定玩了很久，他就在那勾引你 PK。对，他 就想羞辱我们。只是单纯的有天赋而已。你玩了多久？你玩了多久？你说实话吧。玩了15年左右吧。你说你有天，你说天赋可以，你现在说天赋可以啊？你现在说天赋可以。你已经忘了那些日日夜夜在那儿咔啪啪啪敲键盘的时候了，忘了坚持与努力是吧？忘了那个时候看着什么攻略呀，然后对着训练场一顿撸。兄弟们不多逼逼，老地方见。行，好，可以。之前怎么？现在不允许聊天，嘘，嘘。照顾点阿团吧，求你们了，阿团今晚太难受了。我要尿了再续。他在那里面假装高手，嘘，跳，然后就他自己跳了。跳着了。掉帧，直播间掉帧是因为啥呀？哎，我直播间也掉，我觉得是咱们这平台的问题，最近掉帧很严重，这两天。好，不聊这个了，让阿团杀一个人。好。我不用杀人了，只要不要让我第一个死掉，好吗？你必不能，是我第一个死掉。这一波。阿团，微信转账30块，我把你像老板一样对待，死根儿。别说话了，别说了，说那么多落地就三加二见面，家人们。光拿嘴输出，别说话了啊！拿嘴输出，团团还需要我们吗？还说，我听不到脚步了，在哪儿？我在二楼一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吓我一哆嗦，哎，这人真坏。我没了，唐唐，你看我说吧，我第一个死。没进了啊！替我报仇啊，丹丹。OK。你在看我的那个叉叉没有啊？替我报仇啊！他这个老鹰，他跳到二楼。他怎么跳到二楼上去的？他是从上面下去的。对啊，我正捡枪的时候，他从楼上下来，吓我一跳。OK。这是什么意思，丹丹？没有，我先换个子弹。什么意思？我马上准备好了。我走了，我冲了。可以，可以。是在对面楼对吧？对，左边那个楼。啊！对不起，团团，没事，别生气，别难受，这人是挂，帮你举报他。等我出来你才说。你好家伙，你这真的是今天晚上间谍就是你吧？就你吧？不止。不止不止，青云也是，青云也是。这我都出来了，你跟我说左边，你不早点说。他动了，我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个左边，我想说的是你看了那个楼的左边，他在这个屋子我也不知道。你两房区有人吗？看床上的叉叉呀，青云。这两个啊，两个。他那个半开放式的那个楼，半开放式，可能还会走。这个他可能又跑了。那里哦哦，知道，对对对，知道了。
右边，右边，右边屋子。那就还是打子弹。那就是我们刚我标的三号点的那个房子里。对对对对。还没走呢。就打死我这个人。这一个人穿俩窝，他已经很开心了，说实话。Nice。救他！救他！救他！底下来人了吗？好。有人吗？有。厕所。我去包一下。围墙啊，脸上围墙。嗯。他为啥不去？找一个，那也是啊。还有亚过，很残，亚过很残。为啥就不去扶 ？Oh nice！ Nice 啊！我去搞一把暴力摩托啊！别别别别别，马上就死，还有人，马上就死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马上就死。这人不看，这不把这。今天晚上真的是一点游戏都没有，一点游戏体验感都没有。暴力摩托我也去下载一个，我也去整一把。无关紧要。阿川，你这把你把视角切给我，我这把我给你拉满一波，你看一下。OK OK OK。阿川，你切给我，我这把给你拉溢出去。好。阿川，我已经我跑的最快，我已经冲到，你看我都冲到城中间了。阿川，他马上跪下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好吧。阿腾他马上我看到了。阿腾这波满枪了吧？他不知道，我没看他，我根本没看他。不是，你切过来，我刚才这波。好好好，我看你，我看你，我看你，很猛啊，脖子。都没开始呢。脖子我看到了。哇，牛个嘛！哇，牛逼！哇！哇哇！哇这么厉害！哇，脖子有点厉害呀，脖子！我的天，好强啊！这就是脖子。哇，这就是脖子的真实水平吗？太强了！都是演的呀！我的天，好猛啊，脖子！太假了，别夸了，好猛，好猛！你们这里城里面还有人吗，脖子？我已经开始抠了。我说我要。我不知道。哦，我刚才这波这么帅，好帅呀、啊，真的好帅！太帅了，太帅了！看到你最帅的一次了，脖子。那能走吗？只有我们死的时候，你才能有这样的输出哎。你活的时候他肯定不输出呀，活的时候说你怎么死的，看他。那确实。再下一把大旗呀、啊，脖子。来呀、啊！哦，小心。小心啊！可以啊！哇，牛啊！哇，好帅！哇，脖子！哇，有点帅，脖子这一波，我惊了。有点帅。我惊了，我真的，我惊了。好帅呀！就是困了，困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慢慢玩，我觉得你们这一把可以吃鸡。没有你的鸡，那也算鸡？那怎么叫凤凰？当然算鸡啊，没事的，你们不用管我，你们带我加分就可以了。你怎么变成了以前的你呢？因为我希望你们也能有一个良好的游戏体验感。我记得那次阿团，我阿团一死，然后我说要不雷了吧，然后阿团没事呀、啊，你玩呀，我再好我吃点东西混一混。我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我以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天哪！没事没事，今天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这种感觉，好吧？没事，没有，我没有自闭，我真没自闭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好的游戏体验。哎呦！他们说你在玩暴力摩托，我根本没看啊！啊，我看了呀！妈的，你真过分！不是，我看了，我的天哪，谁说这种屁话？我看了、啊。没关系，一会儿我把刚才那几段录成小视频，我给你发过去。小视频？可以可以。我给你用爱剪辑给你剪一下。可以可以可以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These reapers want that bounty as bad as you do. Don't let them catch that assassin first. 点开了。这把你们两个人双剑合璧，应该是很猛的，你们两个。那肯定的呀。马上就死啊！别死啊！不能让你在即将通关的时候之前死。你们两个准备要冲了吗？那可不，冲呀！脖子杀了七个，牛啊，脖子！我看来是你上分的障碍了，脖子。我是你上分路上的障碍。哎，真可惜。那确实有点可惜了啊！要是我活着就好了。他们说橙子在地下城，团团在暴力摩托。兄弟，咱们找个人送吧，我求你了，没有意义了。咋了呀？我只看了，我跟你说，可能他没有时间看了，因为他连话都不跟你们讲的。你看我还跟你们说话。我是指我真的是这一波操作秀啊，我天哪，这一波反杀这么极限吗？要是我肯定死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是窗口话，我是可以看到你们操作的，你们完全放心。我是可以看到你们操作的，我是窗口话，所以我是可以看到你们杀人的，知道不？嗯呐，没事的。那刚才我是拿闸枪打的最后一个，我没有看你视角，我看到脖子。那脖子，这波连点，我天哪！哇，脖子在这里，我的天！这波速点，猛啊！你们这车开的好猛，我的天！你们这都没有后坐力了吗？这下天哪！你们这个车开的好猛啊！绝了，绝了，绝了！太绝了！脖子要打了摔死了，脖子太羞耻了。我好想挨。不是，你们在干嘛？别呀、啊，别摔死，别摔死，别摔死！真不用，真不用，我真的在看。你们不是在开车吗？对吧？是吧？对吧？啊、对吧、嗯？是啊。对啊，就是刚刚这一波在车上那一波连点啊，好秀啊！是的，真的秀。你那个摩托什么时候把人家踹死啊？你有没有武器啊？有。你看嘛，你看哪来了？哇，这个逼这狗东西，他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射，我真的是烦。右前，右前，看了看了。哇！牛啊，脖子！差一点，可惜啊！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And that's why it's a bad idea to fuck with a jackal. 咱们是追那个单人的还是怎么说？追都行，追单人的吧。等一下，他应该停了。在车上。屋里，屋里，屋里。Don't attack your allies. They're here to help. 屋里。外面。好 ，OK。没听到人在哪？是在那个海景吗？拉过来一个，撞倒一个才意思。他在扶，他可能把队友撞倒了。对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我烟里混了雷呢。哇，牛啊！
死的。面对点的呢？一个手雷接队友，带走他，赶紧跑！你开车过来接我，该动了。这山顶上的秒他呀，脖子！我帮你载一下车，啊，开几个？两个。哇，可以！哇，这不乱杀？真猛！残血那个残血，那个在打药，就差一个了。就差一个了，我没炸死吗？没炸死。小心点，我顶过去，你可以稳一下。我就没了。哎，人呢？他的在。很牛批。哦 ，nice 啊！松点，干嘛呢？八个怎么样？太甜了，扔地上，扔地上，想不动了。我发现闪光弹也是挺好使的，但是闪光弹你不知道它有没有被闪住，有时候可能被坑。哎呀，你们真的活得好久啊！没有。他们说橙子的斗地主排克号，我口香糖都飘出来了。房子抓了。我刚刚都在看你们打。我要下一个，完了。哇，在左右边还有一个！哇，我这把超级加倍了！牛批！哎，不会这也算我掉分吧？我这烦。嗯，真的算你掉分。你给我碾死了！这车我下车都自己往前跑，这不好扎呀！加分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应该减分。我不会加分了吧？我不会也加分了吧？再来一把呀，团子！来呀！你啥水平啊？来呀！我敢干！那场我死成了！哎，我的 KD 哟！来！You little piece of shit! Fuck your jackal!摩托真的挺好玩的，真的，兄弟们，真的，不跟你们乱讲，真的好玩。这把跳哪？我没开麦吗？兄弟们，这把还玩呢？我没开麦吗？是我没开麦，还是你们听不到我说话？喂？团子，你身在曹营心在汉呢，团子。没有，我真的是打自闭了，兄弟们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一般人就三军队了吗？最后一把，这把让你好好打。暴力摩托很好玩吗？挺好玩的。
我一晚上我打了十多把，我才杀两人，你们换谁谁不自闭？你们要是任何一个人，你们都比我自闭的快多了。确实是啊，但是除了我，他俩肯定是不会的，做不到的。是的，我又开始发现这种情况了，永远下不了地。我在天上螺旋了好几个，我来这边了，那边飘不到了。你面前是不是有人啊？没人。没事没事，团团，我这边安全了呢，赶紧搜吧。没人。我脚下也有啊。走吧，啥时候冲？青雨来支援一下，青雨。来个偷甲，我就撤了。我脚下有，冲吧冲吧，他们是在哪里？都在你们那边吗？感觉我要被阴。那你小心一点呀，你不来吗？你别来啊，团团，别急别急，我这里啊。那你别过来，团团，你别过去。我已经过去了，我退不了，没有退路了。我在三楼呢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捡个头弹一起。快点呐，我已经过来了。别冲了。三的别冲，让他冲我，让他冲我两个，我就三楼两个。你俩一来，他俩冲我了。不饿，已经吃了好多东西了。他们是在一楼还是二楼啊？三楼，三楼。他们封烟了，不好冲啊！成长，先别冲上去。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。那冲呢？冲吧。是的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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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冲、啊、在二楼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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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，我们这边全是烟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说实话。在扶在扶左边左边屋子扶。那完了，白给了呀。好了，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来扶，我来扶你。谁跟你？团团留着给你补团团啊，补他解气。他在骂人，他在骂人。他不太听到，他后来骂了，他后来骂了。搞个弱弱带用一用吧。帮一下马浩博，马浩博要死。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，他就这些人在烟雾里就能看到我，直接就精准的把我给喷倒呢？把他别倒啊！好奇怪哟。等我们一下，谢谢阿猫爱吃菠萝的飞机，谢谢阿猫爱吃菠萝。在几楼？谢谢。我这一层，我这一层上面一点点。我问一下 CD 在几层？等人等人，冲啊！走，算是顶层吧。冲啊！我还不如不舔，我感觉把包桶舔痛，舔完之后更穷了。舔完之后自己全新的二级甲没了。谢谢阿猫。三级包也没了，头也碎了，甲也破了。阿凡放啥呢？阿凡，我已经放弃了。我看到你们在那边杀完人，我根本就没有，压根没有想过去那边舔包，我直接自己收了。哎，咋整呀？咋办呢？都怪你俩，把头盾全抢了。信号枪啊，团团，给你。那个东西有什么用？不用了，那个东西我就不要了啊。你就好像在哄小女孩。信号枪啊，喂，团团不是，我问个问题。我有个宝贝儿。团团不是小女孩吗？我是老女人了。是小女孩啊，给你信号枪嘛，来嘛。我不用信号枪了，抢不过你们。等会我打下来，然后你们捡了，算了吧。不可能，没人敢捡，不可能，绝对是你的。谁可以做出这种事情？真的，就是这种打的事就不要交给我了吧。每次我打的信号枪都被你偷了。等会儿我打，你来捡啊。可以。那还没有，现在是空的，就是下一个圈吧，好像。那不能输。可以就。这个可以两个是不是就代表很好了？这一把打什么呢？打什么枪呢？这把阿团打个六级甲了，要不？保佑自己。
保护。我只要不被偷，我觉得都 OK， 就怕被偷。对不过都没关系。对，嗯，主要是一晚上都是倒的，可以给个高倍镜吗？400我可以给你带着。可以。这回不是我不给你带了吧？这回给你带了吧？难得、啊。旁边学校没人啊？不知道，我们可以收一下，我们不收就走，想收就收，我是可以走了。走吧，我觉得没啥好收的了，反正等一下也是白给，直接去冲一波。来来来来，艾特，给你这个。等一下、啊。直接跳了，反正直接走了，藏着把这车开了呗。给点药，我一个包都没有，我现在。车 ，OK， 我没看到呢，然后我就把它开过来。雷要不要？四倍要不？啊，四倍给藏着来的。车在哪里？我去开车。那四倍给我，在马路上，万一等一下我遇敌了，我可以跟他们 battle 一下。马路上，现在这扩容都不带，我就要八，哦不是，我要四倍，捡了。我要扩容，身上有扩容在你楼里。要不，你已经捡了。主吧，找车主吧。嗯，这是在干嘛呢？我在干嘛呢？今天你们上线刷地下城可以刷三管皮了，积分商城跟那个为什么都更新了，积分商城可以兑换100点。牛啊！现在你搞的戏呀、啊！你可以带我打团吗？今天的团好像没有了耶，今天团有，可以。谢谢涛哥，谢谢涛哥的空投补给箱，谢谢涛哥。我都算了，每天可以。哎呦喂！本身自带188点，188点，积分商城100点，288点，288点加商城的一个30点，一个10点，等于220。刚刚都288，再加这些，你又成220，还加少了。啊，200等于330。332点，333点，你算的挺清楚啊。还有个50、20、15，对吧？今天更新了，今天星期四是吧？50，20，现在已经周五，一个5。今天周五，过12点，新会员还可以领哦。今天都周五啦。Yeah, 天哪，今天都星期五了，我都感觉跟跳了日期一样在过。谢谢涛哥，谢谢涛哥的空投补给箱，谢谢。过得真快呀、啊！那确实。巴拉巴拉巴拉巴，巴拉巴拉巴，一二三。今天都周五，现在都已经三月中旬了，马上。好快都已经回暖了，我们这里都开始暖和了、啊，都快春天了。是的，真的过得快。到了最喜欢的季节。动物们都开始交配了，花也开始开放了，花也红了，草也绿了。我觉得这个星期我们没必要开双倍了，留着下个星期开吧。因为这个星期超级粉丝团没有那么难保，我们就留一个星期天，星期天开一个双倍吧，然后你们把荧光棒啥的都留着，留到星期天送，好吧？你们多少度啊？我们这边都十几度了。可以吧？然后下个星期我们可能到时候就干哪干哪双倍。拿不下，少走一点。这人头就给司机补吧，别你俩别一起开啊，左边红车。还有。差一枪，走。打个药，我打个药，意思。哎，不行。说好，雷他，我马了。别吧，爸爸，别打。刚给我叫过他死了。准备，准备过来。Nice。死了。打呀！耶！牛逼！他们只不过杀了两个吧，一个，
我一个可以了，一个可以，可以呀、啊！你俩起飞了，起飞了，终于杀人了，太值钱了，我们俩。果然要这两个人死了，我们才有发挥的空间。就是他俩封印住了咱们俩的实力。对，他们俩不死，有我们啥事儿啊？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，这两个人。阿拉丘啊，死！一死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，我们也 OK 的。这人也老实了，这也不嘚瑟了，哎、就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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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甜，慢点甜。其实你刚才爸爸都喊出来了，对呀、啊，那给你药嘛，你听错了，我可以给你六瓶止痛药。那应该是对面喊的吧？我在喊的吧？就喜欢看你们这种高手被打到这么卑微的样子。就是青雨喊的，他就在我旁边对面。对面喊的，对面喊，对面子弹抓一点。巴拉巴拉巴拉，咋的？不要我了？呀呀呀呀！这不看唐三秀起来了，你这嫉妒了开始是吧？是的，开始排斥我了是吧？看右边，右边不理我，右边有个，右边有个，右边有个。什么右边？你就想舔这个包，你直接舔就是了。你看谁跟你抢？好心机，好笑、啊，我受不了了、哦，太好笑了。我打一辆啊，打一辆。好心机，我还真的傻呵呵的在帮你看右边架枪呢，我都，哼，笑死。笑啦！这把杀到人了吧？还不够，还远远的不够。给你点压力，你才能杀人。哼！其实你们两个只要把伤害打够，然后往那一倒就行了，其他的交给我们。打够，就是说伤害打够再倒。对，伤害没打够别倒。对，就给他们都打残，然后你俩就可以跪了。对。然后你这种是最完美的。救了我们，对我们俩就可以发挥了，我们俩左右嘎叽，犄角之势，直接你一枪我一雷，把他们俩全带走，然后你们的话，哇哦，好牛，对，然后我们俩再非常不屑的把你们俩扶起来，对，我俩图啥？你俩就图喊一下，哇哦，好牛，就是让你们赶一下换位思考一下，让你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平时的样子，是的，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家人们。你们不感同身受一下，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承受了什么样子的压力。耶、yeah, ，那确实，那确实。别烟我直接冲吧，冲吧冲吧，把它冲了，把它冲了。哎，左边还有个停车场，左边有车吧？我们如果冲这个烟雾，有可能要被这个背后这尖角是的奸诈的队伍给他打了。别看，别，哎呀，你急啥呀，你俩？你凶我！你凶我！完了，你为什么要凶我们？谁？